要打过来说，我们虽然是放阴阳是空的，能了解吗？哦啊啊叫了，你看没有？空的它会增加它的力量，是的，懂吗？所以这个是空掉就变成一根弦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教东西就是这样，一样的东西就是层次是不同，层次不同的时候，你用的东西就相对的不同，所以你的力量就会增加。初练还初练，啊，正常走的时候。那我们走的时候就要找啦，先找一点我们体型对等啊，相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找个子大的，啊，你找他个子大的，对了，我们以小制胜，胜大。好，现在我们是碰到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演变，假如碰到我们自己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如数一侧嘛，只是说好像是一个面积大一个面积小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关系的。好，现在呢，他右手压我抓我右手，要想象哦，他是抓实的哦，这可能一抓他的可能一错把你骨头都错断了。好，把放开打开。好，记住，他手来抓，要引，啊，不能跑。好，我再告诉各位，很多人会抢你皮包，你一定忘怀，往后面转，他就是抓到东西了。假如说我送给他，他就抓不到。啊，举我例子，我开过一班。最后，他的爸爸是 rugby 的这个打篮球的教练。那他儿子呢，是大概是早稻田大学的，因为他是一个那个打篮球的国手，在那个学校校队，所以他有优惠。那他爸爸就是教练。那是他的体格跟我一样矮，年龄19岁。我已经老头子了，啊，我在我那个学生那个地方，他是整级的，有一个枕头是海绵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挖个洞，对不对？以前都是海绵的。那我蹲在地上，我就蹲在地上，半蹲的时候，就我叫他拿，他抢我这个枕头是怎么抢？他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橄榄球的特别用力，一抢，哎，被他抢走了。我说再来，我说再来一次，他抢，我就送给他，痛死他，枕头还在我手上。啊，这就要告诉你，人家抢你东西就给他，对你是有帮助的。你假如忘怀罪，他刚刚还拉了扣得更紧。好，我们讲这个了啊。他一扣的时候，你大部分人都会紧张，要怎么转？用到大脑组织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转，他这个手来，你去迎接，你看吗？他就没办法。接近，只有一本书写的，郑曼青写的，他叫这个接近接。迎接自己，啊，其他像熊养和没有写，好像我记忆当中没有写，他境界就要引上去的意思，他叫接近。但是他的图片我没有看到，那懂了吗？不要睡觉，要我一睡越讲的我催眠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没有灵运动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。我现在讲的每一点，希望你们都加在里面。啊，加了好不好，你就打给我看，好不好？